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第1295集的节目啊。今天的话呢，来给大家聊这一款呢，网络上呢一开始呢大家批评比较多，但是我实际玩过之后呢，就觉得非常不知好玩的 Transformers 还有这个 Top Gun 联名的一款产品，它的名字呢应该翻译叫做"独行侠"。那这个牌子的话，应该是电影。这个Top Gun 里头那个男主角的这个身上的那个名牌吧，然后这个应该是他的一个代号，叫独行侠。那明年2021年的话，他的续集呢将会推出，好像副标题就是这个名字。那么呢，Top Gun 这部电影呢，其实呢认真说起来，可能有人会说，以我的年纪呢，应该对这部电影很熟悉。其实这部电影的话呢，我的印象呢只有很好看三个字啊。那我今天讲一下这个，我对 Top Gun 的印象其实只有三个字，就是很好看。那实际上我真的是没有看过。那我没看过，为什么我会说它很好看呢？ Top Gun 这部电影在台湾是1987年的这个春节，农历春节，也就是大概一月底的时候上映的。那当时的话呢，我呢跟我妈妈呢是回她娘家。那我的这个我的舅舅啊，我的这个姨丈啊，他们有三个大男生，那差不多就是在三十岁左右啊。他们呢那一天晚上的话呢，我们就全部的人都去看电影。那他们三个男生呢去看这个 Top Gun。那我妈我阿姨啊就带着我跟我弟弟，这个那个时候我是念小学三年级吧 ,1987 年的时候十岁的时候，对，我们是去看另外一部电影叫新桃太郎。台湾的观众朋友，如果你知道的话呢，你的年纪可能跟我差不多，那是30年前的鬼杀队的电影啊。那我的这个三个，这个我这个舅舅啊姨丈，他们看完电影出来之后呢，我就在车上听他们说，哇，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。所以呢，我对 Top Gun 的电影的印象就只有三个字，就是很好看啊。其实我根本没有看过。那今天的话呢，给大家做的这款联名款的话呢，它的包装和内部呢啊，其实还有三个配件啊，但是呢我就不特别拿出来了，一个重机，一个排球，还有一对的这个替换的手掌啊，可以让它这个拿球的一个手掌。那具体的一个展示的方式呢，各位就看一下说明书，你知道就可以了。我是个人并没有想把它拿出来，因为我觉得还蛮容易去弄不见的，因为是球体啊，容易去滚不见。那玩具本身的话呢，有人戏称呢，怎么拿个白膜就拿出来卖？你第一天认识孩之宝吗？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。那严格上来说呢，这种塑胶的厚度呢还算可以了啊，空洞呢也真的就有大腿的后面以及小手的小臂的内侧啊，就这个空洞跟这个空洞，这是无可避免的啊。但是呢，它的一个关节的紧实度啊，手脚身材的比例的话呢都非常的好看啊。唯一有涂装的可能就是这个头雕了啊。那这个头雕的话呢，用的应该就是明年电影要上映的那个设定的这个头盔吧。那上面一样有这个，应该是它的一个名字啊，独行侠的名字在上面。玩具的关节紧实很好，身高的话呢也是绝对是有着这个，你不是 L 级吗？好吧，先当你是 V 级好了，就是有一个 V 级玩具的一个大小了啊。那还有一个背包的部分呢，处理我觉得也算不错哟，你可以看一下啊。后面的话呢，有这个导弹的一个装置，这两片的话呢，你是可以拆下来的。我干嘛拿着 OP 旋转了，关你屁事，行吧？那还有一对的武器，那这武器的话呢，是可以变形成导弹的，拿在手上的话呢，这样的握柄是稍微是短了一点点。那只要将它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翻折呢，就可以变成是一个导弹的一个形象。那这个地方是一个 C 型扣啊，如果你转的角度不对的话呢，它有可能会脱落，但是无所谓啊， C 型扣扣上去就可以了，就是一个导弹的一个形象。然后的话呢，它的一个身上的涂装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，我也不晓得这应该算是迷彩还是算什么来着，反正就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地方没有。你看这个地方就很干净，那有些部分的话呢就会出现。那它的话呢，我初拿到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奇怪啊，头上的这块部件啊，黑色这个部件跟本体好像没有得卡啊，它完全就是靠这个地方的一个紧实度呢去把它给固定住的。那所幸目前来讲的话呢，可以说是卡得非常的紧。那身上也还有一处的关节呢是比较紧，就是这个膝盖这个地方，它紧到一度让我以为说它的腿是不是不能够打弯啊，因为它这个接缝的话也是很完美啊，所以就会让我差一点有这种错觉了。那以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这个合缝啊，是不管怎么合的话还是有一点缝，但是这个是吹毛求疵了。那它的一个这个垂直尾翼的后方多了这一块啊，就完美的成为一个脚的一个脚后跟，所以它的一个人物的一个站立性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，非常非常的妙。那么呢，由于呢应该造型也是一个就是没有一个包袱吧啊，所以呢它的一个细节呈现来讲的话呢，我觉得也是把握的是比较恰到好处的。严格来说的话呢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，甚至经过几次的把玩之后呢，
可以说呢，你说他白磨吗？涂装很差吗？其实我觉得好像也还好吧，并没有那么样的一个糟糕。那我们现在再来示范一下这一款独行侠的变形过程哦。这些配件的话呢，都取下来，这个就不用多提了。手掌的话给收进去，我们也先把这一些简单的这个准备步骤呢都先给完成，这个的话呢都是必须先做到的啊。然后两腿的话呢尽量给大家给打直。那在变形的时候呢，习惯是从这个地方把它这个背包给解开，从这个地方啊有个凸跟它的一个结合把它给打开。打开之后的话呢，把整个这个背包的部分呢先把它给整个给打平。打到平之后啊，我的习惯呢是先把这个头的话呢给翻过来，翻到朝内部这个位置上面。那啊干脆先把上面的盖板给盖上去好了，先把它整个飞机的顶盖完成好了，哎，到这样子啊，然后这个部件的话是往下面推，头盔大概在这个位置上，那以及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就把它给往外转出去，透过这个地方，先把这个啊，先把手臂给转进来，手臂转进来到这边，然后呢，以这个地方为转轴，将它给整个给转到外侧去，转到外侧，转到，而且要记得要转正哦，这个地方。啊，这个线条必须笔直，如果没有笔直的话呢，后面的话呢会有一些小麻烦。那最后的话，我们这个手臂呢转到后面之后的话呢，你要注意到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有一个凸，也就是说手臂的这个空洞处是朝机身内部，以及呢，请记得，你看到这个，这是右手掌，对不对？请记得我们要把左手掌，要把左手哦，左手给转到后面，我刚刚转错，所以你要转过来，请记得朝这个方向看一下。请记得是左手，左手在后面。如果你左右手转不对的话呢，在最后的结合呢是会有一些问题的。这个地方把它盖板往后面放下来。那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啊，在调的时候就稍微就动一下啊。那以及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就是我刚刚提过啊，黑色部件的话呢，你如果没有转正的话呢，会不能够跟这个缺口呢去做一个相同的一个吻合。再来就是把这两个凸给扣到这两个洞里头去。这样一来的话呢，我们的这个飞机的一个顶部的话呢，几乎就已经算是变形完成了啊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，把这个飞机这个头部从这地方挑出来，然后先把它给组合好好了。我到这边，那这里的话呢，这个盖板呢要盖下来，但是呢，我先盖到这边啊，先盖到这边。那以及这个地方有两个凸，这两个凸呢，在变成飞机的时候呢是要缩进去的，但是你它是这样按进去，那它是有个联动的。你在变成人的时候，你把这个部件往前面拉的时候呢，它这个部件你看到它会自己会去弹出来，不是弹出来，就算被对推出来了，就再给各位看一下，变成飞机的时候是按进去，那从飞机变人的时候，你把它给往前推的时候呢，它是会这样的，它是会有一个对会自动推出来的啊，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展示就是了。上方的话呢就不小心被我推开了，到这边。那最后就是把这个飞机的这个下半身呢整个往后面放。那这里要留意的就是这个手臂的话呢，手臂的话呢先把它给推出来，先把这个脚给放进去，那扣进去的时候是要整个给贴上去，整个要完全贴上去啊。到这边还有一个凸跟它的一个结合在这里，以及呢它的一个后方这个脚的一个内部它是有洞的，跟后面这个地方是做一个结合的。这个呢组合的难度呢并不高啊，并不高。那这个地方我错了，太用力了啊，不然把这个下方给推掉了啊，这个地方两侧给扣上。好，那这个最后的这个水平的这个尾翼的话呢把它给推出来，然后稍微的话呢在严丝合缝去稍微去做个简单的小调整。那这个机翼的话应该是放这样吧，这个 OK。 那以及最后的这个部件就把这个地方给扣上去，这里有两个洞啊，这里两个洞，然后就是要扣这两个凸。那它的这个手臂的话呢会稍微有一个斜斜的一个角度，就是这个手肘啊，手肘这个关节呢刚好是可以用来做一个调节的。那如此这般将它给扣上去，这一款的这个 F14 吧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完成了。那以及呢它的一个起落架的部分呢是前方有的，但是后方的话呢是没有做的。那这个就完成了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形了啊。摆在桌上的话呢是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就平整度来讲的话呢还是蛮好的。那以及它的身上这些小配件的部分，我们就一一的呢将它给安置上去啊。那安置的时候呢是这个部件应该是，如果没有记错啊，应该是放这样啊，对，这个是靠在外侧。然后呢这个导弹的这个部分的话，就是原本的这个手枪变成这个导弹，
让它给扣起来，然后给放在这个两侧。嗯哼，那你可以看到底盘，对不对？底盘真的就很白很素，就是没有任何的涂装。那它的一个类似于有点像是迷彩一样的这些涂色的话呢，就是完全是在一个飞机的一个正上方啊，显然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个做一个桌上展示的时候呢，去做一个隐蔽效果用的吧啊。那变形的过程呢也算是简单，也是很流畅的。那这个中间的话呢，还有一个马克罗斯的一个守护神状态，那个我就不展示了啊，这个就大家已经都非常熟悉了。那上方的话呢，还是有很多很细小精细的一个文字，印的都非常的清楚啊，但是就是相机的话不一定能够给各位看得清楚啊。这个地方刚刚没把它给捏进去啊，这个地方好。那底盘飞机的一个手脚的隐藏，我觉得还算行吧。其实它这个手掌藏在这里头，那还好它的一个手掌是朝内去藏，所以在飞机的状态下呢，它的一个这个隐蔽度来讲的话，我个人觉得真的是还蛮好的啦。整体来说呢，是一个我真的觉得是一个蛮不赖的玩具，尤其现在它的一个价格，台币大概是1000块钱。左右啊，就是之内的话都是有机会可以去买得到的了啊，算是相当可以， CP 值也颇高啊。尤其如果你又喜欢这个跟电影有一个联名款的话呢，那这个玩具我个人还是觉得是比较推荐的啊。那这个的话呢，也不要想说什么这个还去买什么，你怎么会去指望这种东西，你不要去指望这个东西有什么 KO 啊，放大精图版，我觉得这联名款的东西就是卖一个 IP 跟 IP 的结合，你去买它的这个 KO 还是联名，那就毫无意义可言啊，真的。这个 KO 有它 KO 的有时候有它的市场跟它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历史性的价值，但是绝对不是在这个上面了啊。那这种联名款的玩具，你说对吧，当然还是收个正版了啊。那目前价格也不贵了啊， CP 值还是比较高的。那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